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，亵慢人不听责备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，奸诈人必遭强暴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，殷勤人必得丰裕。一人恨恶谎言，恶人有臭名，且致惭愧。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，犯罪的被邪恶倾覆。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，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。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，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。义人的光明亮，恶人的灯要熄灭。骄傲直起争竞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；所愿意的临到，却是生命树。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，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。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，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。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，忠信的使臣乃医人的良药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，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。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，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。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祸患追赶罪人，一人必得善报。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，罪人为一人积存资财。穷人耕种多得粮食，但因不义有消灭的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一人吃得饱足，恶人肚腹缺粮。